充分感觉到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，一定要完成。所以说大姨妈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啊！提供便车回台中，限两位。所以你们车在哪里啊？因为我们等家人过来载，然后还有两个位置。哦，这么刚好。哇塞！想说可以顺便载两个人回去，就是很我很喜欢台湾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人情味的感觉。有一直都很想来，而且我读的学校在苗栗，而白沙屯刚好在苗栗，没有理由没有不能没有来一次吧，当地文化嘛，所以我也想回馈一下，回馈社会。我们有点像是去欢迎，就是妈祖的姐妹回来，然后我们就跟着走。哦哟，对，那种热情。我听说有的人会是专程就是去送出城，对，送到通宵之后，然后再回来接这样子。会专程去，因为有的可能长辈有的要上班啊，他们就会去那边先恭迎欢迎他过来，对，然后再回来北港准备一些好料的分享给大家。耶、跑起来，新车到呢，对啊，跑起来。哎、现在跳别组了是吧？特别组，特别组呀，继续。出门以后就没有分组，就是跟教组。对，没错。我们跟妈祖跑同一组。耶、大宝跟 Joyce 跑起来，太夸张了啦！音乐狂人啾啾。等一下，好酷哦！你们是骑 U bike 来进香吗？对啊，也没有，我们从那个鹿港国小那鹿港国高中那边骑过来的。啊、是哦，沿路骑了三个乡镇这样子。是哦，乡镇。那这样的话 ，U bike 要骑回去吗？有吗？我们现在在查要还哪一个车？对啊，因为海线 U bike 的点很少哎。所以除非骑到台中市去，不然的话怎么办？就是骑到台中。为什么会想要来跟妈祖进香啊？好玩，好玩。你刚说什么？刚说好玩，好玩。跟你呢？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，然后想要祈求一些平安。是哦，那方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就是家里最近状况比较多，然后想说借由走路来见家里的一些，想祈求家里的事情，也吸收一些正能量的磁场，这样很多满满的。妈妈说想来走，然后就跟她一起来，就跟她一起下来。你蛮孝顺的啊，对啊，欸，至少还会愿意跟妈妈一起出来的。被熏香，有的人不懂嘛，就是说你一定是被那个烟熏香。我说哪有什么烟，哪有什么熏的都没有，我也没有上香啊，旁边也没有人，也没有空气不好。可是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？我就是莫名其妙一直感动啊。太神奇了，是哭点太低了吧？没有，我是哭点不低的人，我是很欢乐派的，而且我是很积极性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他，我就是很容易那种感动莫名，就接近教主就会了，就当一个结缘呐，跟大家一起结缘这样子，然后可以认识新朋友，就跟你一样，是吗？对，或许我们明年可以遇见你们，也是哦，对不对？跟大家结缘呐，这才是重点。因为我觉得来做这些事情真的对大家都比较好，加减做，真的加减做。因为他会保佑我平安。什么东西？他会保佑我平安，太近了。不会啦，不会那么近啦，我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好，高一点。然后从小也就拜到大这样。好，阿妞特别许愿吗？有，我有跟他说我每年都会来，他希望他保佑我健健康康的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对哦。你走几年？我们要走吗？我每年都会来发凉水。自由，这样也很棒哦！加油！干起来，干起来！明年再来。我从2008年开始跟，其实刚开始会觉得说是要看神迹的部分嘛，可是到后面去走的时候，其实会发现是说每年去走，他会看到不一样的人文风情的部分，还有就是当地居民跟香灯脚的互动，这都是很重要的部分。对，然后其实神迹部分就是没有那么的刻意要去看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每年都会跟那些很好的朋友是约好今天就是回来这样子，跟妈祖进香不用特别理由，想走就来走，这样就对了。因为我有所求，有所得。求了什么，得了什么？不可以讲。恭喜！我的老婆是把杯得来的，她说不可以吃牛肉跟狗肉，所以我有照做，所以我娶老婆了。进香哦，就是一种坚持吧，有没有关于宗教我也不确定，我觉得就可以沉淀想很多事情，就工作中的所有的负能量趁这个时候一次把它消化掉这样，很多正负都会有啦，那走路也是啊，就不小心会把职业病带到路上，对对对，就是老师会管学生，这个人怎么吃一次就乱丢，我就会
想要管，可是又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。我觉得走路就在不断修正你走路的姿势，你做人处事的一些方式。对啊。那你为什么要来？他很想。不知道为什么又来啊？还是我们来比开直播好不好？不要，我现在没办法开直播。可以开，但是你可以之后在我的频道上面看到影片。哦，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来的话，你就會看到了。我会直播。是哦，这么厉害，所以是在直播妈祖进香的吗？应该算吧。可以啊、你要先卡位了吗？可以啊，来啊。哦，来哦，对哦。那为什么想要带小朋友一起来呢？啊，就没有体验过，想要来体验看看，然后就上瘾了。哦，就上瘾了。对。所以你们走几天？我走比较多天，然后他们今天放假才带他们下。哦，是哦。对。哦。那个就是相关的作者跟这个图画的授权者，作者是一个北齐强。对，那现在他很有名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哎，北极强，这都知道吗？对啊。那然后他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进香的路途上，就是当一个优质的香灯脚，然后做好自己，对，然后去感染别人，看是不是说，哎，每年越来越进步，因为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，已经倍增了，对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混乱，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跟着妈祖婆走，我们就是。自己的力量，其实真的很需要宣导。对，是新进来的朋友可以越来越了解。那我觉得可以呼吁一下，因为既然我们有心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发心啊，因为我们一直被海放走在后面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发心的，他们在沿路帮忙那个收垃圾或者是分东西吃、啊。对对对，他们也不急着走在妈祖国前面，或者是跟在前面跟紧紧的，就是很发心的自己默默的走着，自己默默的整理环境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，这个也是妈祖国教会我们的事情。心灵的向往，对，心灵的旅行。然后从一个人走到认识两三百个人这样子，就是每个人那个心都还在。特别许什么愿还是来还愿吗？没有。没有任何目的啊，绝对不会跟你说我想要结婚，没有啦，身体健康就好。对，因为我相信妈祖会给一种，给人家一种心灵安慰的感觉。走白沙屯妈祖的时候，心灵非常的轻松。一开始是因为家人生病，就是白沙屯妈祖求了之后有慢慢变好，然后我就相信白沙屯妈祖有神迹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还是想要陪白沙屯妈祖走这段路的。我是洪兆立，我来跟着妈祖进香。这个标语也太好笑了吧！偶常年失温中，你要给我温暖吗？茫茫人海，你也是那一个必然的偶然吗？累了就上车休息，再续一段好缘。这到底是在捡人还是在真友？爱真友，他两样都有。上车聊聊，不要客气。铁腿的天堂，爱的布布，你累了吗？太好笑了。因为老师跟妈祖的合作，比他厉害。神机之类的，但是很多桥，太多桥，是吗？什么样桥啊？因为初一那一天我是吃素，刚好礼拜一他起驾的时候，然后我整天找不到素食，我很饿，我又饿又累。他出家之后，我就跟他拜一下，就跟他说好，我今天就是要先休息。一转头就有素食，我再分发素根。然后后来到湖尾的时候，我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啊，你们就是吃饭了没？妈祖有
没有，番薯男友有没有分便当给你们吃？然后我就说没有，因为他现在离我有一段距离，因为我超前，太超前的，可能就分不到这边。他说哦好，我就说那我会自己去找，没关系。电话刚挂掉，就妈祖娘娘的专车就开过来，哎，你们要便当吗？就给你们便当了。对，而且素食的。对，然后刚才我就是这样子一拐一拐这样走过来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脚很痛，然后都觉得好像快走不动，可是我都已经到这里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进来接驾。结果才刚讲完，就一台车这样子停到我旁边跟我招手，你要不要上车？我就这样子一路就觉得好多好多巧合。哇，真的心想事成，而且是你想在心里，但是他就感受得到，对，他就知道你的需求。是想在心里，对，因为有前辈像灯脚跟我们讲，你有需要，你就会他就会出现，对，就会给你。脚受伤，我还是会想说。想要再走，因为我还会想说再体验一下，就是大家热情啊。你也会再来走吗？会啊，会再来走。那明天记得要报名哦。OK OK。每年时间到的话，你就自动会报名。报名来就是，我就是要来走，不管走一天两天，就算可能没有办法全程的话，但你还是觉得我一定要来。但是每年都跟那些朋友们，就是在印象途中会不期而遇，很奇怪哦。就是人再多，人潮再多，你还是会在路上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也来了。然后就你来几天，就是会互相关怀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像是跟妈祖结的缘分。我觉得这比那个，就是我们一般说，好像有神机显现。我觉得这个比神机显现还要更温馨、更感人。但是，一切都是因为妈祖缘分。因为白沙屯妈祖跟三边妈祖这个进香的过程，我们不可能认识到这么多人，感受到这么多的温情啊。每一年到了这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在开同学会一样，大家一年一聚，那在这个活动中可以跟很多好朋友不期而遇，这种兴奋跟期待，所以不管在哪一个角落、哪一个位置，其实能够陪着妈祖婆走这一段香路，其实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因为跟着妈祖可以学到很多事情，可以认识很多人。我11岁。我走了，应该算是从小走到大。所以你是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进香？对，就是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们一起来。我这跟着弟弟是就是跟着妈妈进香，然后就是已经我2009年到现在，然后就认识了他们一家人。那你看他们从小到从很小到现在这么大，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会帮忙一些，就是帮忙拿一些拜拜的贡品啊，然后我们进香期去过炉等等的，就可以看到他的成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。跟着妈祖一起学习，一起长大的。那你以后还要继续跟着妈祖继续走吗？要。收住阿公阿妈，身体健康。害羞。这次是来替阿公阿妈求身体健康的。对啊。哦，你们来走几次了？来走4-5年了。这是第一次背牌子吗？对，这一次是背牌子，因为这一次阿妈身体不舒服。对啊。然后因为糖尿病的关系，对啊。然后他今天因为他人也有点不舒服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想请假一天去帮阿妈祈求妈祖。”对啊，我来这个金枪，因为我觉得台湾民族文化真的很有兴趣的。我觉得在台湾，我可以看到这个特别的活动，是真的，我真的很开心啊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要来参加这个进香啊！哇，来了14年，他对我而言，他妈祖进香，他就算是一个所谓的行动的博览会。然后在这里面，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创作意志，他有自己的自由度，然后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以妈祖为最高指导原则，大概是这样。他因为我本来是走大甲，走大甲妈祖的时候，我觉得大甲的环境跟白沙环境不一样，所以最后我选择了白沙土。我是看他就是传你的影片给我看，然后第一次来参加，哇塞，就是都不知道。你居然用我的影片推跟朋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所以是他邀我来的，邀我一起来的。因为我们是没有报名那个游览车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睡哪里啊。我们第一天就想说在北港，我们原本想要去走廊找一个地方睡，刚好有一个大哥香灯脚的大哥跟我们说，我们有几个人，我们说5个，他们刚好也5个，他们要提早走，最后就把他的位置让出来给我们，所以觉得很幸运。对，不然我们原本是要睡在走廊的。你们的需求妈祖婆都听到了，这样对，就觉得一切很顺利，这样子神奇呀。所以你们是走几天？
两天。我们礼拜六要回程的时候，再从鹿港那边不知道如何回程，在担心的时候就问了一个大哥说，请问一下那个如何去火车站，他就跟我说我载你们去，他花了45分钟从鹿港的全家那边载我们开车载我们去彰化火车站。 对， 對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对，这大哥不计成本呢。那你们明年会想要再来吗？会啊，我们蛮感动的，蛮感动的。我们刚已经去买团袜了，要秀一下吗？在团袜里面。太好了，我觉得你们明年可以弄个团服，像我们一样有团服、啊。对，我们已经有了。对，我们已经有。真的吗？对。好，那期待明年。那可以定做吗？哎呀，这件是我的团的。哦，所以不能。对。没关系，明年期待我们在路上再见喽。好。对，好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拜拜。